你谁呀你？别管我是谁，赶紧把那姓唐的给我叫出来。哎，你找我们老板干嘛呀？老板，我找姓唐的，他今天在这办活动。今天反正不是他出来，就是我进去。来，你这是耍无赖呀你？谁呀你？我耍无赖，反正我今天就在这儿了。我要进不去，你们货车都不想进出。来，你先等一下，你先不要接，我先请示一下我们老板。来，我现在带你进去，但是进到我们工厂，你说话小心一点啊，不能乱说话。嗯，来。哟，姓唐的，你现在该请假了，你知道我大概等了多久吗？你现在是攀上老板身上这头脏肉吗？你真是阴魂不散了，你今天来找我干什么？你之前把我整得这么惨，我现在都走投无路了。哎，大宝呢？大宝怎么出来？你还找大宝？你找大宝干什么呢？你今天来找我有什么事儿？你是说就行。我跟你说，唐唐，我今天呢不碰你，我也不打你，我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。反正呢，你必须得给我点赔偿。第一，要不就是给我整点货。第二，我看这公司也挺大，挺好，你把他老板介绍给我认识。笑不笑？来，你谁呀？你在这里乱说话！我跟你说好了。来，你赶紧走，我们现在老板没空搭理你。有你说话干嘛？网上有空才有空。来，你先赶紧走吧。就不走，我就在这儿了。我跟你说，唐唐，给我报备查我，我在这喝。哎，你，笑不笑？那个，那你坐这儿喝吧。我跟你说，今天我们真的很忙，没有时间理你。他愿意坐就坐吧，走，我们去找我，走走走。